麦克风 OK， 现场准备哦，来，三、二，耳目一新，开麦秀。你我没有距离，就在这里，中心点滴汇聚，还要有你，大爱融一起，彼此心连心。缺一都不行，让你耳目一新。Hello，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耳目一新开麦秀的主持人，我是大爱台热青年的节目制作人，我叫俊达，大家线上好。那热青年呢，是一个关注年轻人的各种议题的一个网络节目，那我们会透过了互动的实体的出走的体验，比如说去体验 各式各样的人生的故事，还有他们在做的各种的事情，然后把它拍成影片在网络上面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透过直播，还有透过纪录片去记录每一个年轻的团队他们关注的议题以及他们所做的各种的努力。那我们在年底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线下的互动展览会在华山举办，那会邀请我们记录的这些团队一起来跟大家面对面来聊聊天，一起谈一下大家共同的未来应该怎么样来共同来维护这样子。那我们有 FB 的粉专，也有YT 的频道，还有 IG， 那大家只要在这些平台上面搜寻热青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除了我自己在边自言自语之外呢，我还找了我的工作上的 partner， 我的伙伴啊，他是小黑，请大家跟大家打招呼。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黑哟。哎，你要可以看镜头跟大家打招呼。哦，我要看镜头，对不对？不太习惯看镜头。你刚才讲话感觉太严肃了，太严肃了，我心里都揪起来了。我刚刚讲话卡住。Relax。好，OK，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可以受邀来耳目一新开麦秀跟大家聊聊天哦。主要是因为最近热青年做了一个企划，我自己是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我们的企划名称叫做“来去金色住一晚”。对，那小黑呢就是这个企划里面的体验的主持人，体验的人，体验的人，对对对，还是主持人，然后他去体验这样子。哎，我们先请小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是什么好了。我的工作主要算是做拍摄剪接，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主持吉祥物的概念、啊、对，大概是吉祥物，希望可以当到吉祥物啦。我刚刚在写说我要怎么介绍他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只要有他在就有笑声这样子，就是他一出现就是会有很多的笑料。所以我们的影片呢就是走一种趣味幽默的一种路线、哦、就是看了不会觉得很沉闷。那如果你有看过热青年的各种影片，包含这次的来去金色住一晚的话，相信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嗯嗯嗯，热青出走嘛，就是要以轻松开心幽默的方式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成长。嗯，好，那顾名思义，来去金色住一晚就是要去金色，就是我们的心灵故乡近似金色去住一晚。其实不止一晚，住了两晚，我们总共去了三天两夜，好像毕业旅行哦。但实际的体感的时间感觉好像不止三天两夜，算是度日如年吧。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很羡慕哇，他也想要再待在金色一两年这样子。没有错，好，有更多的细节想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的第一集其实已经在前天，就是5月10号礼拜一的时候已经上片了、大家可以上我们热青年的 FB 的粉专，或者是到 YT 你搜寻热青年，热就是很热人很热的那个热，热青年、你就会看到这一支影片，来去金色住一晚的第一集、那我们小小的有把握，就是你看了应该是会觉得蛮开心的。小小的有把握。对，因为至少大家看过的用过的都说好啊，这样子还是蛮有趣的，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大家有蛮多的回响，也是让我们很感动，要不然我们之前做影片也是好像很少人在看。对，不得不说这次的这个影片的确是获得比之前比较好的回响这样子。那等一下呢在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个企划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在实际拍摄的过程中跟师傅们的互动到底有哪些有趣的笑点。okay.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进一个音乐，我们麻烦小帮手，那我们在音乐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慢慢聊。 OK、你的声音很棒，很适合当主持人，你要不要让人家 cue 音乐？有啊，音乐出来了。世界早要改变，
欢迎回到耳目一新开麦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热青年制作人，我叫俊达。Yo yo， hello， 我是小黑。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的一个企划，叫做来去金色住一晚。对，那这个企划呢已经在这个礼拜一五月十号播出了第一集，那我们预计会制作四集，所以陆陆续续会持续的上片。那如果还没看过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热青年 FB 粉专或者是 YT 的频道上面去搜寻，都可以看得到。没错没错，不要急，大家正在制作其他集正在制作当中。没错，对，刚才说到主管的那个关爱的眼神，问我们说要不要弄一些花絮什么的，我心想说哪有人力偷偷抱怨一下主管主管应该不会听到理论上应该不会吧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要聊一些就是在影片里面你不会看到不会听到的一些背后的过程的故事。好，那我们先从为什么会有这个企划开始聊起好了。为什么啊？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哎、欸。好呢，我是在今年，因为我是今年接任热青年这个节目。那我接任的时候呢，这个前任的制作人就跟我说我们今年要做一个去金色体验的企划哦，那叫我赶快就是安排联络这样子。那我心里就想说要去金色体验，那该不会就是会觉得很可怕吗？很可怕，坦白讲很可怕就是会觉得说我们这种节目，就是我们这种很不修边幅，或者是说很不想遵守规矩的人去，会不会给人家添麻烦，或者是说被列为拒绝往来户之类的？哦，对啊，就觉得这个跟我们一般出家人好像不太一样。对啊，然后他们对于就是年轻人去那边，会不会觉得说是来乱的，或者是说只是想要他有个词语叫蹭声量，有吗？哦，就是只是想要去做一些就是新奇古怪的事情，不是真的要好好去体验他们在过的，因为他们对在修行的师父们来说，这是他们的如常日常的生活嘛。嗯，那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只是想要去做一些就是插科打诨啊，然后做一些搞怪的事情这样子，会有这种担心？消费一下，对，就是消费他们的感觉。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有点忐忑。那小黑，你第一次听到要做这个企划，你有什么感想？我说要去花莲慈济的金色金色吗？因为以前会去有去过，但是竟然要去那边住三天两夜，我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没有去住过。然后你以前有去过？有去过，因为以前念书在念花莲嘛，然后所以说也会去就是金色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哦，就是去那边参访的概念，从来没有住过。所以也是蛮忐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听说什么三点多就要起床啊，去做早课啊，然后还有一个出坡，其实我也不知道出坡是什么，但是就是好像就是要种菜嘛，除草之类的，就好像过着很清修的生活，农夫嘛之类的，感觉适合农夫与他的田去做这样子。线上有一个Freda 林吗？是这样念吗？他说：“小黑好，看不到你的大牙，太伤心了。”我的大牙，门牙吗？很大，但其实就蛮担心的，就是觉得，就是年轻人，会跟出家人跟寺庙会扯上关系吗？就是好像，就好像连不太起来。我自己是有感觉到，就是近年来，其实不管是年轻世代也好，其实对于这种就是修行啊，或者是说禅修。其实有一些族群是有向往的就是他会去报名去参加，不管是什么禅期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子的课程，灵修课程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年轻世代也是蛮多内心的焦躁啦，对未来的一些困惑啊等等的，希望从这里面找到一些力量跟答案。对，所以我倒没有那么担心，就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体验，对于年轻人来说，会不会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跟我什么关系，根本连看都不想看，听都不想听，我倒是没有这个担心。对，好，那反正上面交办的任务嘛，就是一定得做使命必达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规划。那在规划过程，小黑你要前期的规划没有参与到太多对不对？没有，因为那时候在忙剪其他的东西，然后就也不会有参与讨论，就没有参与了。但是其实想说这样好像也蛮好的，做一个未知感。那如果我现在提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会体验到什么的话，我可能到时候就没有那种惊喜感在了，就会觉得就演不出来是真的了，就是真实性就会觉得看得出来好像是在演的，
但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就直接去体验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当下最新鲜第一下当下的感受。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企划的过程，不只是来去净社住一晚，包含其他的体验啊，嗯，我们都是会最低限度的让主持人，就是小黑或者其他的人知道说，哦，你大概要做什么，可是细节不会透露太多，嗯，因为大家毕竟嘛，不是真的演员啊，不是真的艺人，嗯，很多的情绪啊，没有办法靠演的那么自然，嗯，所以你如果真的在演的话，其实那个很浮躁痕迹非常明显，嗯，对，所以我们就是透露到一定刚刚好就好，然后让他们实际去 try 去试了之后就，他真实的感受就会迸发出来，这样。哎呀，你们都说我一直在做效果，我说你做，我说你做效果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效果，好吗？我是真的，有了，我感受到你的真诚，连师傅都这样讲。哎，师傅的那一刻，我们待会再来聊。好啊，我们再回到前面前期的。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前期的规划真的比起其他的别的体验的规划，就我指的是一般坊间的一些团队啊，我们会去参与他们做的事情嘛。那个交涉过程哦，来来回回，坦白讲真的很漫长。我光是企划书就修改了到第六版还是第七版吧。哎呦喂啊！对啊，然后呢，就是一些很字斟句酌这样子，然后每一件事情都要确认说，哎，什么时候做，然后谁是窗口，然后细节大概是什么，要注意什么这样子。嗯，对，因为真的在，这对他们来说是修行的地方嘛。那我们就是入境随俗，就是要跟着师傅们一起去过他们的生活，所以不能说，哎，我们想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哎，师傅来配合我们，我们这时候想要拍什么，师傅在那边 stand by 等我们，不可能。哦，对，所以该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该几点就寝就几点就寝。哦，对，也不会说什么半夜九点多睡不着觉，人家已经在就寝了，然后跑去开一间那个会议室让你们这边用电脑什么的，没有这种事情。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很担心说，就是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表达让大家了解到在金色可能出家人的生活。嗯，因为的确就是对于外人来说那里是很陌生的，就是甚至连我也不太清楚师傅们到底在金色都在病下地方，我也不知道。那就是会很担心说，欸，我们这样子的呈现或是会不会少记录到什么啊，什么东西会很不完善去讲解，就是太流于片面或表面这样子。嗯，对，嗯，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来来回回的过程中其实是有意义的来回。嗯，就你会越来越清楚知道说，哦，你想要做的东西跟实际上在金色师傅们过的生活的细节是有落差，那你要体会到说，欸，那个落差为什么人家是不是他的作息啊，他的那个安排是有他的用意在，那你可以体会，你就会知道说，哦，你怎么去修正调整你的规划这样子。嗯，OK， 好，欸，我们刚刚好像一直忘记提醒大家，如果有想要了解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可以留言提问。哦，线上朋友留言哦，对，线上朋友，我看得到哦。对，我们可以看着你的留言回复你，因为我们平常其实坦白讲也很少有机会来聊这个这一块。哦，对啊，大家看到就是作品嘛，就是影片这样子，那背后的这些心路历程，我们大概是从，哦，我们实际去拍是三月底，对不对？3月30日。对。然后4月1日结束，对，3天2夜这样子，对。但是我们大概从2月还是1月多就开始启动，嗯，对，就是开始这个规划，所以其实前期的时间花了蛮多的时间。嗯，还有为什么要找小火车啊？蛮好奇的。哦，超好笑的。你把我下一个想要问、想要聊的那个先 Q 出来。真的吗？是提早了吗？对对对对。那我们往后，欸，时间到了哦。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聊小火车。大家知道小火车萧雨辰吗？他是台湾霸的创办人之一，那也是故事的这个频道的，应该说平台，这个平台的创办人之一。那他本身的背景很有趣，他以前是高中历史老师，嗯，对，但是他想要把这个知识啊，不只在课堂上传递，而是透过现代人习惯用的网络，用网络来做这个传递，而且也是结合有趣的比较风趣幽默的动画也好啦，或者是一些故事方式的呈现，然后来传达给更多人，而不是只有学生，然后在教室里面这样子。那当初为什么会找他？其实他是热青年长期以来的很友好的伙伴，我们的一些直播的活动啦，或者是线下的互动展啊等等，都会找他一起来玩。嗯嗯，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默契在。
那他对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很认可这样、嗯、那会找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说他其实可以把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事项他可以把后面的意义把它勾出来嗯，对譬如说这边先简单讲一下好了就是在第一集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在跟师傅对谈的时候那个有一位德地师傅他就是说他曾经在大寮就是在金色里面的厨房他们叫大寮在煎豆腐煎到后来煎到很厌世因为煎太多了然后煎一次煎200多块然后煎到很厌世那可是最后呢他去找回他的出发心为什么他想要来修行他找回出发心之后他就又转了念然后可以把这个煎豆腐这件事情做得很欢喜那小火车他其实就用了一个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诠释他、嗯、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出家的师父们他们会有一些他们奉行的一些法规吗是这样讲吗法规佛法奉行的一些生活的礼仪吗、就是可以把一些哲理转化成可能一般人或者是生活上面可以运用的一些想法跟智慧那这是想要找他来的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用意、哦、这样啊，刚好他也很忙啦然后他就想说要来放松一下这样子结果好像没有放松根本没有放松到我刚开始其实还很担心耶就是我很怕就是会跟小火车没有话聊真的、哦、就是我会觉得你们不熟、就是其实前面没有很熟、哦就是一般就是一直以来就是看到小火车就是主持啊什么然后我在后面就是做一些小事什么其实接触到没有很深啊对那你觉得一开始你觉得你可以跟他搭吗一开始我觉得会不会痛掉不痛因为我会觉得我疯疯癫癫但是我讲话又很没有内容或没有内涵我自己觉得啦然后小火车就是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然后高大富有诗书气自华的心没错就是那个什么学富五车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跟我这种好像很我自己讲是我自己称我自己就是很弱的平民嘛老百姓这种感觉就好像差很多然后就、我会不会搭不上然后没有什么话聊、不会有共同的话题但是后来相处过程中其实就觉得不会小火车就好像是一个大哥哥一样那种感觉我觉得你还不时会去跟他就是拉一下我会 捉弄他一下捉弄他一下对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很可爱的有趣的反应就是如果只有他没有你的话其实就会显得太严肃了一点、可是只有你的话就会显得太不 OK 太放开了一点太放肆了就会有点拉不回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还也没有想到会那么好、就是但是组合起来的确是蛮有效果的真的就小火车会把很多精神面然后是很多的知识或者说很多的内涵就是可以把它讲出来那这都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可能人生阅历还不够丰富应该是说我觉得你们会各自观察到不一样的点、然后呢你们又会很乐于分享就会把它提出来然后跟大家聊、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每个人的看事情的角度毕竟都不一样嘛、对所以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眼中会有不同的诠释、对真的小火车很会讲故事、就是在听他讲话就很像在聊天听故事因为我们最喜欢听故事了、其实我还有一个担心去之前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没有开玩笑我们真的是清晨3:50起床有时候要更早、因为还要可能要起来拍比如说师傅就是那个敲板、所以要更早那小火车他又是一个 很会认床就是基本上他那3天2夜他都没什么睡基本上都睡不好對但是呢我们还是起来就是照着金色的作息该早课就早课该进大寮工作了就工作然后呢一直到晚上8点多9点还要跟师父对谈谈心这样子谈完之后人家休息了我们才会去休息就一天真的是一天下来没有停的、你回去还要再讨论明天的东西然后还要再把今天拍摄的档案捞一捞哇又回去又过了1-2个小时对那我刚刚担心就是说我们好像把人家就是操到不成人形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就是俩拱然后就是说你们是来整我是不是还是怎么样结果完全不会他真的超级配合我事前没跟他讲行程然后他说没关系你们跟我讲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觉得他会不会下次又不来了对我也觉得上过一次当的
概念这样子、嗯、对。好，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都在讲金色的这个拍摄体验了哪些，那如果你听到现在你还是不知道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的话，没关系，我们有整理了一个精华版，第一集的精华版，那现在播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们刚刚在聊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内容了。我们麻烦小帮手，影片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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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诶，画面上看到就是我们的第一集的精华影片，那这个是在药草园里面。是人欸，师傅帮我束腰。 Oh my god， 这个待遇真的瘦成多斤。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可以来体验金色的生活，禅修的感觉。欢迎来到四季金色。哎，师傅好，打扰了。你好，你好。我们想要找德师傅。我就是，你好。德师傅好，麻烦了，麻烦了。是小黑跟小火车嘛？没错，对，我是小黑，他是小火车。你们好，师傅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去安丹？好，好不好？安丹。安。好。安丹就是把你们的东西其实放在安放。对，了解。好，没问题。要住的地方。好。好，没问题。好。好。谢谢你。好。OK。你看。哎，要起来做早课哦，3:50起床。对。3:50。然后4:50，没有看错吗？这是不是连在一起啊？其实8:50，3:50是你平常，是不是不小心被涂掉了？是他平常睡觉的时间，是不是被涂掉？没有哦，是3:50，真的是3:50，3:50吗？真的？哇哦，好令人开心啊！哎，可是9:00就可以睡觉，9:40。哦，我应该也睡不着，我平常都是12:00到1:00睡。一般我们的职工是可以接受，因为他们来都是配合我们这里的作息。那有会有职工不配合，例如说3:50就不起床。不过大部分好像没有嘞，大部分你很皮哦，硬要问。起床是会有重量咚，有板声哦，会有板声。那如果是没听到，一定会听到，一定会听到。你的旁边也会人起床啊。哦，一定会听到声音很啊啊！但是我困啊 ，like a D， 我们的俊达会来叫你。哦，制作人会抓我们抓起来。那师傅，你们刚刚有讲到一日不做，啊，一日不食，就一定要工作才可以有饭吃。对，也不是这个概念。哎，你们有听过那个百战禅师吗？百战禅师，刚刚听说你历史不错，百战禅师，历史不错的是那一位哦、喔，那一位是历史老师，哦，真的、啊，师傅好，对对对，哦，太赞了，太赞了，有啊，我记得历史课本上有提到，有，啊，对嘛，他当时就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出家人能够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嗯，为什么？因为其实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用托钵的方式是跟中国的民情很不符合的，因为。中国民情就是一般就是会觉得说，哎，我们还是可以自力更，就是自力更生，不是依靠在家人，就不是靠供养，是自己，对对，不是靠。对，小火车，我突然懂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所以你每天都在做，你一定很饿。饿着呢？饿吗？我们那里有饼干，没有，小饼。刚刚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集来去金色住一晚的精华片段，这样子。对，我们有一位听友李端方，谢谢你支持我们，有把影片从头到尾看完，好开心，好感动哦。对啊，直接收到回馈的感觉真好。没错，我现在就来把影片的连结给贴上去。对，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没关系，我们现在请小黑把影片的连结贴到这个直播的聊天室里面，大家直接点进去看，这样子最快。好，但是直播还是要看哦，你可以开两个，一个用手机看，一个用电脑看，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第一天刚到这个金色的时候，其实这3天下来，对于小火车还有对于小黑，我觉得最煎熬的应该就是作息
这件事情，应该说就是很早我要起床，然后很早就睡，这因为这个作息跟原本的作息是完全两回事。嗯，甚至对小火车来说，三点五十是他才要睡的时间，然后结果现在是变成才要起床这样子，完全是日夜颠倒的夜猫子生活。对，然后如果有去住过金色的疗房，就会知道说它就是一个通铺嘛，而且上下层，所以它基本上跟当兵的概念差不多。真的真的。对，然后旁边有什么声音，就是打呼声啊，磨牙声，照单全收。我们的另外一位导演 Jerry， 他用一个就是什么七重奏还是几重奏，就是此起彼落这样子。对，好，然后我应该有贡献一点点，八部合音，八部合音。对，所以对于刚去的人来说，我相信这个体验应该是很深刻的。好，然后小火车又会认床，然后加上他的那个腰背又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睡下来基本上背都很痛这样。可是他还是很坚持的跟着我们把整个体验三天两夜都走完，我真的是很感谢他这样子配合到这个程度。欸，第一次进去疗房真的是哇哦，太酷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是上下铺，欸，楼中楼，欸，好高级哦。真的，有一位王万一师兄吗？他说等会直播结束立马去看，谢谢你，感恩感恩，快去看，增加我们的订阅数，增加订阅率，感恩。不过要听完直播再去看，就是直播也是很需要大家的捧场。好，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在作息方面，那对于出坡，譬如说去药草园工作啦，或者是进大寮，其实我小黑跟小火车的表现，我从旁边在看，我真的觉得是很称职，就是随时补位，然后有需要做什么，当然第一次做一定很陌生啊，所以不会那么熟练。譬如说在那个药草园，小黑就被那个月亮玫瑰的刺到，就是还那个手套都划破了这样子。对啊，好不好意思哦，才进去不到十分钟就把人家的东西用坏掉。欸，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消耗品了，所以你不用那么自责。只是师傅们真的很厉害，就是速度又快，然后又细心。我今天看到一句话，就是说有用心的话就不会被刺到啊。真的吗？对，干嘛呢？有人这样子留言，然后我就想说，欸，那个不是熟练问题，那个真的是你要很专注在做那件事情，哦，那你就会注意到，哦，而不会说哦，我要摘月亮玫瑰，那同时又要再去翻啊，或想别的事情，一心想要多用的状况就会两边都不讨好，那你就很容易就被刺到。是，对，因为其实的确是可以避开了那些刺。但是就哇，就分析在那边想要跟小火车比赛，求胜心太切，就吃了。对啊，我们导演还下了一句，表示很像带一个小学生出门，这样在那边。而且重点是师傅很厉害，欸，就是我被刺到有没有？那师傅就说，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也要小心，就是像这样可能会不小心刺到。就哇，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把它往好的地方想，然后就是可以从中体悟到一些生活的方法跟智慧，我觉得太厉害了，哇！那这才是第一天的体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回来呢，我们继续聊后面第二天、第三天的行程。那我们请小帮手。着木头香味的书店。
下书泛黄的照片随时间飘远，回忆一片片那美好，散落花露香味的房间，晒衣的杂院，怀旧的唱片随记忆咀嚼，任时光冉冉走远。欢迎回到耳目一新开麦秀，我是热青年的制作人俊达，在我旁边呢是我的 partner 工作伙伴。Hello， 我是小黑。嗨，我们刚刚在聊就是这次热青年的特别企划来去金色住一晚、嗯、那刚刚已经有聊到，就是说我们第一天到金色的时候呢，其实就有点震撼教育，就是包含睡的地方啦，然后做的事情啊，其实都是很忙碌，然后事情很多，一直来一直来这样子。对、嗯、可是师傅接待我们的时候，坦白讲我们是去麻烦师傅啦，但是师傅呢就是总是给我们很好的态度嘛，就是很亲切，然后我们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跟问题的时候，他也不会不耐烦，因为坦白讲、嗯、他们因为要接待我们必须放慢或者是停下他的工作来协助我们、嗯、对，其实不能说我们去帮忙，有点是反而去打搅人家这样子、哦、对，可是师父总是给我们很温暖的微笑啊，然后就是很替我们着想啊。刚刚影片里面好像还有看到，就是说就是帮我们准备手套啦，然后斗笠啊什么的，很担心我们哪里受伤啊这样子、嗯、对，师父啊师父啊其实真的是原本会一开始会觉得出家人就是会很有距离感，很威严的感觉，对，要很有威严。然后我会想象，就是他可能会要骑脚踏车，或是骑白马，然后骑白马，对啊，就是你新卡北位，然后就是拿着一个禅杖，然后就我想象你像唐三藏的那种感觉嘛。哎、欸，你真的戏看太多了，你这妄想有点严重。我觉得、嗯、师傅应该要长这个样子，然后结果到现场之后才发觉，哇，竟然不是这样哎、欸，而且师傅还会开车哎、欸。然后他还会用手机，然后师傅也会戴眼镜呢，会觉得哦天哪，其实师傅跟我们一般人其实也是很像，也是一样的。然后师傅又很亲切，然后就会很关心你啊。那一开始我就很害怕，就是会保持距离，然后就是跟师傅讲话就是会非常的有礼貌。那个有礼貌是一般人都要有礼貌，但这个有礼貌是一种距离感，有一点刻意了，对，会这样，没有自然展现的感觉。但师傅就很亲切的带你啊，然后还帮忙小火车带那个斗笠，然后还帮我在穿那个围兜兜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啊，师傅人太好了吧！我最有感觉的就是，当然师傅我相信都是很和善、很亲切的，对。那但只是没有真的接触过，所以不晓得。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感就是说，就是他对于很多。因为我是要跟师傅去蕊，就是说，哎、欸，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就是很多的细节，然后会麻烦到很多不同在不同单位或不同部门，可以这样讲，就在不同的岗位上的师傅们这样子，嗯，很多繁琐的事情，可是师傅都会不厌其烦的陪我对，嗯，对到确认好为止，这样子，很有耐心，对，就是我们能够很顺利的进行体验，其实是。很多的师傅在背后帮我们协调啊，帮我们沟通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大家都是给我们很正向的态度。这个状况如果在外面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哎、欸，你们怎么这么啰嗦，或者是说，哎、欸，你们怎么要求这么多，或者说，哎、欸，你们怎么没有先做好功课，或者是怎么样？那有些事情因为我们没去过，就是不晓得嘛，哈。可是可能在外面的人，他就會说，啊，你这样不行，不 OK， 他可能就把你踢掉了，就是。谢谢再联络这样子，对，哎、啊欸，这样好像显得我们都没有做功课，我们还是有哈、哦，然后只是说很多细节真的要去到现场体验了之后才会知道，才知道的，对、嗯欸，那师父们总是很亲切的，就是带领我们，然后协助我们这样子，对，嗯、我觉得是从工作人员的角度看，这整个体验可以很愉快，然后很完满的、很圆满的完成，
很关键的一点。嗯，对。好，有点热。今天天气也很热的。真的。好，那我们也整理了一支小小的影片啦，就是我们把师傅们的一些反应，不过这也是第一集的，后面还有更多，所以大家先品乓姐，先看一下第一集里面师傅可爱逗趣的反应，然后呢等一下，或者应该说之后我们二三四集还会有更多师傅，这样好像在卖师傅，还有更多有趣可爱的师傅在等着大家，我们先看第一集的师傅的反应，大家来收集吧。要巧言，我们要去摘玫瑰花，月亮玫瑰，所以你刚刚还跟我讲一个计划，说啊，师傅也会开车，师傅当然也会开车啊。对方把师傅想得太神话了，好像觉得都不会做这些俗务的工作，这样都是骑脚踏车。不修，那来做残呢？没问题。戴斗笠，扣住。这个好像没办法调整。因为我的头可能是有点大，那你就用这个可以。哦，好，那我用这个。哦，好。这个好像。啊，这 OK， 是 OK， 看得比较。村姑，哎、欸，这已经这掉了。哦，不好意思。哦，谢谢师傅。还让师傅这样帮你，不好意思。不 OK， 对不对？是我自己看不到。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吗？可以。好。啊，你呢？好，我 OK。好，你的待遇很好哎、欸。特权分子，你要不要？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我先跟你介绍哈，我们两位师傅会陪伴你们。好，这位是地师傅，德地师傅好。啊，这位是德杰师傅，德杰师傅好。德杰师傅好。地师是真地的地，杰、是结束的杰。结束的杰。啊、哦，很多志工吗？这边都是好。哦，辛苦了。好，大家好。好，来那边。对，好，这个是挂着，然后到时候挂在身上哦。等下这个哦，还是你要这一种，拿着也可以。可以可以，好，我拿着。你要拿着吗？哎，你这样好可爱哦。你不要去买菜的概念。这个可以背的哦。这个是束腰是吗？对。哇哇哇！啊，师傅帮我束腰。Oh my god， 这个待遇。为什么你讲出来都觉得怪怪的？谢谢。帮我撑你看，嗯，师傅在帮我。师傅，师傅，没有，你那边也有师傅在帮忙。这样才公平，对不对？我们就是觉得师傅们，葛师傅啦，地师傅、杰师傅，这是。第一天的时候，三位协助我们很多的师傅，那当然二三天还有其他的师傅也帮忙我们很多，这样啊，只是因为第一集的关系，所以目前出现的就是三位，那已经觉得他们非常可爱跟亲切，这样就觉得，欸，又有智慧，然后做事情处事又圆融，这样，我觉得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很多东西。小黑觉得呢？师傅帮我束腰，你那句话我真的觉得很好笑，真的是受宠若惊，好不好？我就觉得啊，天哪，完全没有想到师傅还会帮我做这件事情，就很没有距离感哦、嗯。对，真的就是很像是这样讲，好像很怪，但是我觉得就很像邻居阿姨一样亲切。这种感觉，邻居阿姨，不知道师傅听到我会觉得开心还是怎么样？哦，天啊！好了，这是我的感受。对，就总之就是很亲切，很没有距离这样。那、当然就是师傅们还是会有他庄严的一面，那只是说，哎、这种平常相处的感觉，其实我相信有去过精舍的人一定都有体会到，只是比较不容易在镜头面前被展现。对，那这次真的很开心，很有荣幸可以。记录这样子的过程，然后把师傅可能、我自己都不太知道师傅也有这一面的这个面向把它呈现出来、就感觉师傅就变得很立体了，像一个人了、然后我们一些烦恼啦也可以跟师傅聊这样子、对，然后师傅都会用智慧，不一定是佛法，有些是可能从佛法衍生，佛法衍生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智慧，然后跟我们、互动啊，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没错。好，那我们看完了两支影片，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第一集剪出来的片段，那你就知道我们第一集有多长。我们第一集有20多分钟，哎、欸，对，
对啊，是应该是热青年的网络影片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支吧？没有，哦，没有，还更长的。更长的。好 ，Anyway， 总之呢，我一开始知道说片长这么长的时候，都想说天哪，现在的人有人要看这么长的影片吗？对，我超担心的，我很怕人家会看不下去哦。对。嗯，害怕害怕，因为现在大家网络影片都还蛮快速的那种节奏，啊，节奏非常的快。好，然后呢，一下子就要跟你讲重点，一下子就要告诉你结论，没有时间在那边听你慢慢铺陈啊，慢慢的体验这样子。那我们的体验相对来说，这支影片真的比起其他的体验影片真的是长很多。以前了不起就是十来分钟，甚至十分钟以内也有。嗯，对，这支破格二十多分钟。哎，结果播出去之后反应出我意料的好，哎，对，真的是太厉害了，哦，好感动哦，对，这都是鼓励的一种。要感谢像刚刚的有师兄师姐说他已经看过了，看完了，然后觉得很好看。我当然非常的感谢，就是支持我们的分享的这些，不管是慈济的师兄师姐也好，或者是外部的人也好，我们都非常的感谢这样。但是我特别有感的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同仁。就是可能是不是节目部，可能是别的部门的人，欸，他看到我，他也会跟我讲说，欸，你们那支影片我觉得很有趣，他不是因为是介绍金色生活，因为跟慈济有关系，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或勉强把它看完，他是因为真的觉得有趣他才把它看完，嗯，对，那我就觉得，欸，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有趣的这个风格，嗯，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不管是认识师傅们的生活也好，认识各式各样的议题也好，就是有些比较严肃的或者是比较大家不知道的一些题目啊，可以透过有趣的风格，然后去让大家比较容易入口。嗯，对，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回馈让你很有感的？听到什么回馈让我觉得听到回馈就是他能够把影片看完，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感动到快哭了。对，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在网络看影片，你如果看大概前三分钟还是几分钟，你觉得不吸引你，可能就跳掉了吧？对，真的就是一两分钟而已。就是如果太慢的话，我甚至会加快十倍速，就是两倍速这样去看。我都是啊，就是我在滑 FB 嘛，滑、嗯、啊就哎、欸、有影片我就停一下，我还没有点进去看哦。可是因为 FB 它会自己播一下嘛，哦、嗯、对，我就播一下看有没有打到我，有打到我才会点进去看、啊，没有的话我就滑掉了，啊、所以我连点进去看都没有。对啊，对。就是所以我觉得他能够看完，其实我觉得能够看到一半我就觉得很厉害了，然后但是他竟然可以把它看完，实在是我始料未及，就觉得哦好开心哦，對，觉得剪那么长有成果有收获，嗯，没错。然后呢，我们的分享的这些干爹干妈就是这些分享的人里面有蛮多出乎意料，有蛮多来自于马来西亚啦新加坡的朋友哦，对，那当然他们可能过去跟慈济啦或者跟金社这边有过一些互动或者体验，可能他们有 来一些营队啊等等的，嗯，那他们的反应都是说哦，好怀念那一段时光，就透过我们的影片去怀念那段时光的感觉这样，然后都会想说都会写说哦，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嗯嗯，真的真的、啊、突然想到这样我会不会爆雷，好爆雷一下好了反正现在没有画面，好，就是说，就是我听到朋友分享，就是他当初有参加慈济金色的活动，好像心诚营之类的，嗯、心灵成长营，然后就是也要一样也要上早课，然后早课的时候就会要可能要跪拜或什么的，然后就是他就拜下去，然后他就拜在那里，就在倒在拜垫上了，他就没有再起来，他就睡着了，然后其他人都已经拜完然后起来了，然后就他一个人就趴在那里，我觉得哦天哪很好笑，就是他们很多分享人就会想到自己曾经在金色体验跟生活过的一些点点滴滴，就说哦好怀念哦，好想要再回来一次哦。然后也有一些人的分享是说，哎，他可能真的是完全没有去过金色，没有任何的这个参与过。然后他看这样生活，就说，哦，原来金色的疗房是住两层楼，哦，原来这边原来金色的生活是这样子过，原来金色要做这些事情，嗯、对，那他就会，哎，勾起一点兴趣也好，或者说正加深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正向的理解，我觉得这都是好的。嗯，好，那我们。差不多要再进一下音乐休息一下，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更多不管是热青年的内容或者是来去金色住一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嗯，那先听个音乐休息一下。
春风翩翩，将你送到我怀里，孤单的身影沉默安静的你，青春美丽奉献在无数深夜里，早已习惯有你。习惯你在身边，自然而然的在欢迎回来耳目一新开麦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热青年的制作人俊达，在我旁边的是我的 partner 小黑。 Hello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Hi, 如果你前面有听的话，我们前面都在讲这次的特别企划耳目一新开麦秀啊，不是都在讲这次的特别企划来去金色住一晚。那其实热青年还有很多做过很多各式各样有趣的题目。嗯，真的真的。对，我们有准备一个简单的 PPT 让大家比较直观可以看到就知道说我们做过哪些。其实我们的形式蛮多元的，有短的影片，好像来去金色住一晚就是短影片，那也有比较深度记录的就是纪录片。我们一年会拍八支纪录片，拍八个团队这样，他们然后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关注的议题，然后有时候会有直播，就是邀请来宾然后深度的访谈，这样子聊聊天，这样子互动，然后最后年底会有互动展，它是在华山举办的实体展览，把我们过去一年做的这些东西啊，纪录片的这些对象啊，抠到那个互动展里面，跟大家实际见面互动这样子。所以我们做的事情还蛮多元，也蛮好玩的。小黑做到现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有感的题目？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应该算是夏明出走系列，我其实还蛮喜欢的。夏明出走系列就是找豆点文创的夏明，然后请他来体验一下我们自己可能做一些环保啊，关于这方面的议题，然后让他带他进入环保站，然后实地的去做环保，然后去感受一下，然后去了解，哎，身边可能很多垃圾啊，很多的回收啊，这些环境的问题，让他去了解，透过他，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议题方面的东西。这个概念跟来去金色住一晚其实蛮像的，对，都是找一位外部的，对我们就是跟我们互动很好的年轻世代的一个意见领袖，然后去体验可能慈济人平常在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会从他自己的角度有一些观察跟体会，那也让慈济人在做的事情更被容易看见，这样子。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想要传递，就是沟通这件事情。对，我们可能自己做的很用心很努力，那可是比较不知道怎么样跟外面表达，或者说哎，我们表达方式可能是现在的人比较不那么习惯的，对对，那我们就是试着在找这样子好的一个沟通的管道跟方式，把大家在做的努力传递出去这样子。然后也有就是说外人的看法，就可能我们自己可能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但是在别人看来可能就很特别，不太一样。然后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带着夏明就是体验他的一天的生活，然后就是跟着他上班啊，然后他去做一些活动，然后但是过程当中沿路上他都要捡垃圾，就等于跟着他一整天，然后他只要去哪里啊，都是要随身拿着一个夹子跟一个垃圾袋开始去捡垃圾，然后让他去发现说，哎，原来随地我们的垃圾问题这么严重，大家都会可能在路上捡到很多回收物啊，跟垃圾这样子。
而且哦，这样很特别，然后也是让大家去开始注意到自己生活周遭的东西的垃圾的问题。没错，我们就是透过各式各样的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实验啦，或一种体验，让大家去认识到说这个议题可能其实离你很近欸，它不是那么遥远的东西，对，只是说你有没有多花一份心思去注意到它而已。人家就觉得，为什么你要做环保？哦，那我就带你来走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环保。因为垃圾就是这么多。对，做环保不是说啊，我打工无闲，我闲在那边没事做，所以我才来做环保。不是，它是真的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对对，那不是说志工才做环保，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环保，每个人都应该做环保。好，那我们说最后有整理一个小小的。一个页面啊，如果你有在看直播的话，你可以看我们的画面上这个 QR code， 然后可以扫一下它，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粉专页号啦，我们的 YT 频道或者我们的 IG 里面。好，那这个画面可能一下子等一下就要下掉了，那就搜寻吧。对，用搜寻方式也可以。乐青年，青是青山绿水的青。大家很常会打错，打那个车字旁那个体重过轻的轻、哦、真的哦，对，会有这个写法、哦、真的很多人会打错、哦、OK， 好，总之这些年呢就是关注年轻世代在关注的各种议题，那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上来支持我们一下，然后给我们按个赞，帮我们订个阅这样子。嘿，所以今天的耳目一新开麦秀也差不多要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圆满圆满，希望有陪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啊。对，那我是热青年的制作人俊达。好，我是小黑。好，那我们下次有人在空中再见咯，拜拜拜拜。Yeah.